由於等候六港對直通車已經緩窄關係，後面一號月台落馬洲列車將稍遲開出，不便支持請請願啦。乘客請留意，由於等候六港對直通車已經緩窄關係，換翻落馬洲列車將稍遲開出，不便支持請請願啦。安平站列车即将驶经本站，乘客请勿轻越黄线。不停站列车将会驶经本站，请乘客不要超越。